好了，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是今天的瑜伽老师，我们来一起吸气，手臂往两边打开，坐直。往两边打开 ，Jackson。 好，呼气的时候，我们把这只手放在垫子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伸过头顶。两个 Jackson 做得很棒啊，保持在这里好吗 ？Great， 好，也做得不错哈。喵喵，你在干什么？ 喵喵，你要不要坐好？喵喵，坐好。喵喵，好，我们继续回来。喵喵，你不想坐啊？对，我记得这手放。喵喵，想干嘛？过来。不要过来。我们站好，好不好？ 喵喵。 Thank you.